来吧，我操！眼睛都闭起来，以为他自己看不到，以为我看不到他。好好，进来进来。现在倒在第二个。哦，没看到货，就是有一个螺，一个海里螺。哦，我给它塞的还挺紧的。哇，一个这么大，挺大的。没有没有，空空如也。哇，这挺滑的，我都不敢用力踩。躲在那里，来来来，赶紧来，给我回家，更暖和一点，在这边挺冷的。哇，还是公的，啊，哇，有两只，我看还是用袋子给它装了。等一下，如果打架了，好不容易抓到，那就打架了，受伤了就可惜了。别墅，你看他们家都没人。哎，哎呦，到这个别墅挺好看的，这个别墅，看，希望有大货哈。哇，哇，一下子滑下去。这么大劲没有，到这个山庄来看一下。哎呦，哇呀，啊，它是没有，什么螺，这些螺挺多的，小螺。没有会爬的，就一个这个土龟，一个土龟这么大。哎，还是放了吧。哎，去去去，这边看，希望有货。你看，排队的，哇，一个大的，一个小一点的，两个，这个可能是母的，这是公的，你看这不一样，这里有那个，有一尺一尺的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是公关的，好，哎，收起来这边，哎，那这么小的，哎，还是换了吧。我看一下下面有没有卧东西。啊，没有没有。哎呀，就一个螺，是不是真的？看看，哦，哎，刚才还吸那里，现在给我搞一下掉了。挺聪明的，一下子就掉下来，一个这么大，好，哇，哎呀，哎，没有，空的，就两只青蟹，还有那个，四只螺，哎，哇，今天的太阳要下山了，你看。还这么亮，这么红。